住公园旁边代表着一种生活品质，住面公园的房子更是一种生活享受。我是君远，今天跟你介绍的是瑞安街面新隆公园的低公社华夏三房。它靠近建国南与和平东路二段交接，正瑞安街门牌，被多个公园围绕。步行到大安森林公园仅约350公尺，避开正马路上的嘈杂喧嚣，给你最清静悠闲的生活环境。全幢32.98平，超低公设比，标准大三房，双卫育有对外窗，边间三面大阳台，两面可看公园绿景，后阳台也有超远洞距，通风、采光、隐私性都非常好。房屋周边步行延伸到大安森林公园、台北市立图书馆、捷运科技大楼站、复兴南路商圈，动静皆宜，生活机能完整成熟。如果你想找大安区面公园进向低公设的电梯大三房，邀请你来赏屋，希望当面跟你介绍这间房子的更多优点。谢谢你看到这边，我是君远，也请追踪我，用1分钟的时间跟你分享更多民宅。